长风破浪会有时，只挂云帆济沧海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云帆。哎，咱们今天这期还是逃离塔克夫。哎，逃离塔克夫，这期来到了储备站这边，玩了把人机 SCAV。这把人机 SCAV， 我没想到的是，他上来给我出了一把 SV98。我操，就相当于 CF 里边的 AWM， 好吧，就是吃鸡里边的 AWM。这把枪呢还可以。但是没有镜子的话就比较鸡肋。哎，咱们现在来到拉闸房这边，我搜到一个计数器啊，正好把这边的闸给它拉了，制造一点混乱。哎，这样咱们可以隐藏住咱们的脚步声。哎，直接上卫星楼去搜资源。到达卫星楼之后呢，我发现保安厅这边都被人搜过了。我去，哎，搜过就搜过吧，咱们能捡点残羹剩饭吗？至少能捡一点看一看啊，看一看这个保险柜里边，这个保险柜里边能不能出点好东西啊。好吧，空的。这个机箱呢，现在显卡50万一张，所以说机箱每一个机箱都不要放过，好吧，电容不值钱。哦，这边还有钥匙柜啊，钥匙柜里边也没有。说白了我就是白跑一趟呗，我说这么穷的吗？我本来想去地堡的，但是地堡底下太黑了，哎，我估计也被人搜过了，门也开过了。那咱们直接去显卡楼，哎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好吧。我们直接来到显卡楼这边啊。显卡楼，我刚才听到有刷 AI， 哦，咱们悄摸的进来。哎，这边有一个人。哦，这不是 AI 啊，我听到 AI 在楼上。这个不是 AI， 这是个真人 SCAV 啊，跟咱们一样。他在舔包，正好直接一枪爆头带走。看一下他的，哇，他的背包好，他是个沙瓦背包啊，不小啊。那他的背包就归我了，小兄弟，你的背包就是我的了。然后他的口袋里边一个绷带，还有一个 SVD 弹。哎，算了吧，没有什么好东西，咱们就不捡了。检查一下枪。不确定他这个楼有没有搜干净啊？你们上来看一下电脑，看一下有没有出显卡。哎，好吧，我他喵的，电脑里边出个饼干是什么鬼？谁家机箱里边塞饼干？哇塞！哎，这边还有一个绿皮箱子啊，咱们可以看一下。你电脑里边不出电源，你给我出饼干可还行？绿皮箱子也没有。因为外面的话，我刚想去显卡楼去看一看啊，但是底下就是显卡房，但是不让跳下去啊，底下有男团在守我。对，男团就是那种会锁头的 AI， 直接给你秒掉的 AI。啊，还在守我，这个憨屁还在守我，那咱们就不去了吧，太狠了。底下是个男团大佬，拿的是 M4A1。哎，这边还有 AI。我现在到达餐厅之后，这边这个 AI 在哪儿啊？我也没有发现他。哦，我听到他的咳嗽了，他应该在这儿。OK， 小崽子，看一下他包里有什么。哎，不对，还有一个，我听到脚步声了。小崽子，刚才就是他。哎，刚才不是男团大佬啊，是这个亨特打我。我说感觉怎么这么凶。亨特，各位知道亨特吧？一切大佬的噩梦，好吧。哇，这个弹挂不错啊，那弹挂咱们要了。亨特仔，那这个亨特的话，咱们也给他拿走吧。哇，这个包里还有5000卢布，可以的。这个弹挂跟咱们弹挂一样啊，这个弹挂就没必要拿了，就直接把咱亨特带走得了。OK， 那么直接撤了吧，好吧，咱们身上也捡满了，那就直接撤，剩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还有8分钟，啊，8分钟撤不出去的话就失败了，什么东西也带不出去了，我直接去加热管道撤离。这波的话也不能说血赚吧，反正能赚个30万到40万之间差不多。OK， 咱们就直接撤离。我刚才还捡了个检查站的钥匙啊，现在能卖20多万，可以的。